好，欢迎回来。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呢是第17届长棋杯中国职业围棋锦标赛本赛第二轮。接下来这盘棋呢是由陈耀烨九段执黑对阵龚子豪九段的，这也是新老天元之战哈。对，龚子豪最近状态好，赢了杨鼎新那对，个挑战成功啊，没错。然后马不停蹄的来参加这个天元赛。对，还好就是同里跟上海呢还离得比较近，就是路途上不用受太大的折磨。开心，其实对棋手来说，能下面棋，面对面下棋，我觉得就是件很幸福的事儿。对，没错。所以应该还是挺好的心情吧。是的。好，我们下面先来看棋吧。这盘棋是陈耀烨的黑棋。陈耀烨的黑棋，小目，然后大跳收脚，挺少见的一个布局，好像这个方向上来说，同一边的大飞收脚，单关跳收脚，把棋挂了，对，夹击，提前高加，提前高加。进高加的时候，白的还是选择跳出的定式。飞，这定式普通可能在这种地方加，但现在由于这子有比较近啊，很直接来作战可能并不是很有力。所以白棋实战还是选了一个比较迂回的战斗，避在这边。我觉得陈耀烨执黑，既然他是这么下的，那他肯定是有备而来。就是说这个布局他应该是准备过的，可能比如说像这种家，他早都准备好刀了。不敢加，不敢往那儿加。往那儿加，主要黑的有个定式往下跳，这比较复杂的一个定式。是的。但那有个子，我觉得就不一样了。应该是会有点变化。逼这个，黑棋大飞夹住。跳。跳。然后黑棋跳起来。但这个我第一感觉的白的不怕，总感觉黑的这地方三颗子，它这地方的效率一般，漏风嘛，本身来说收实地各方面效率其实挺一般的，这第一感啊，第一个感觉觉得白的还是局部容易处理，然后主要这个靠，这个其实也是现在非常熟悉的一手流行 AI 选择，大家研究的比较多的一种。这个脚步的常用的棋形了，白的还是比较容易处理的。他假如说，我随便摆一个吧，比如说搬上面，上面就搬下面是吧？我真自有力啊。现在那肯定是扔不掉，那我就那怎么办呢？打这个也不行吧？现在好像打这个，这个这个好是像有不点损行，目啊。这个不太对吧？这个应该不太对。这损脚还是有点大，是的，外面两个子也没那么重，可以弃。正常打了粘嘛，就打到这个粘上是吧？这也是定式的一种。因为这两个子位置挺好的，把它拐过来，便宜了呗，就是这黑的粘上，不是粘后手了，给吃回去，白的就可以该干嘛干嘛。就是一种定型嘛，这棋白棋能长一个吗？长也行，长一个我想黑棋怎么应呢？接下来可能也得吃回去吧，也得吃一个，吃，就比如飞说下来，吃一个，就飞对下呀，来。觉得走在外面挺好的，感觉好像。刚才嘛，就可能想争个先手，这边，就局部长完飞也很大，也很舒服。反正那边搁两个子在那儿呢，这黑棋很讨厌，就反正走一个，虽然尖顶也挺大，但是也没吃掉，就是吃不掉。这不能，这两个子很有弹性，你往这顶啊，将来我比如说什么搬完拖拖呀，这个地方，对，很容易处理哈。还是很有弹性的形状，所以我就是觉得刚才这个配合上来说，如果黑只能跳往这跳，这个局部的这个子效，我感觉黑的稍微的有点。不是那么舒服，因为这局方我们可以看成黑的是五打二，也就是说黑局部多三手棋。本来我三手棋我可以围很大一块空嘛。我现在这个如果没有特别严厉的攻击手段，黑棋好像没什么东西啊。没有空感觉。对。这个果然龚子豪确实很强，就是短短的几步棋，这是几才10多手棋。
就是基本上他对于这个结构应该怎么操作，他好像很清楚。我觉得这个结构，反正我第一感，我直观的感觉啊，第一感是白棋感觉好处理，好操作，比较轻灵一些，容易下。是。那么黑棋如果说搬底下怎么样？底下我搬下去，搬这个，断打长一个，黑棋粘上。爬出来，我是不是还要立了这棋？这棋怎么那么多？有可能要立。那要立的话，好像黑棋有点难办了。顶不住，好像有点。这边走不上，这被过个直接拐下去了。被拐不行，被拐受不了。那这俩子也不能死，这肯定不行。所以作战这样也勉强吧。嗯，有点勉强。那所以这个靠现在看起来很严厉啊、哦。所以他就没有搬嘛，他虽然那个退，他是单长的。但是我记得就是研究的时候看这局布靠，反正退从局部上来说，白棋肯定是满意的。白的满意的一个下法，黑的就靠着跟他交换一下，是慢嘛，黑的肯定慢嘛，是的，然后白就很轻灵跳一跳一下，他拐，然后谷子豪就坚持住，就。这个就有上盘棋一样，李轩豪就我感觉这个就很流畅、是的，就很舒服。第一呢，白棋是走在外面，而我们要知道白棋其实是一种制孤的手段，是的，制孤的时候顺便把黑棋给封住了，然后棋子走在外面又 有潜力，各方面都挺好的，就算是挺不错的一种棋型。你看人家下的好的时候就觉得怎么看都舒服，好像他整体的构思啊，然后他棋子的结构啊都好啊，反正整个都让人看着心里就舒服、当然胜负还早，胜率波动其实我觉得应该也不会特别大，是但是这个棋我还是站白棋这边，我觉得白的下的好流畅。现在黑棋跳一个可能他也不知道还是对攻击没把握，对吧？就是的，其实我是觉得陈瑶那个棋风不应该是这种吗？是我先捞啊。陈瑶现在稳重了，最近没怎么看过他的棋，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改变。因为以前是他是特别鲜明的那种，就是取缔的那种风格哈。钻山豹嘛，对，是外号嘛，就很能捞啊。这一手棋不像是很能捞的一种风格，不太像，好像。那这白棋也没什么好想的，肯定是进角了。对，白棋进角主要是活的，还是挺简明的呀。这白棋进角就活了呀，活的特别清楚。对，活得挺清楚的。那我刚读这首棋的质疑，其实是我是觉得这两个跳它中间有点重复，你可以把这看成立三拆二啊，这也是种立三拆二的那种感觉啊，蛮重复的棋形啊，连环在这拆二在那跳来跳去的，效率一般吧。然后这地方我感觉又被白棋往里压缩了一下，反正这个半盘白棋很清楚，该活活，该走外边走外边，里和外全走到了。黑的子力就子效不是特别明显，这我第一感。这个局部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手，一二三四五六，白棋是六手，黑棋九手，多了三手棋。你要真做形势判断，你觉得能给黑棋多点多少目和白棋？我不知道，这好难呐、这件事。多点个十目棋差不多了，我觉得黑的没多少目。三手棋的话，还是有点那什么。就实控感觉效率不是那么清楚。没错，是的，是这意思。看看黑棋接下来的操作吧。挂角。对，这么行。但黑棋这么下来好处，它很厚。很厚是不是有什么？准备一会儿出拳吗？得出拳，就这棋啊，绝对不能简单下。因为我们棋有什么点个三三，我们下下定式啊什么的。下下定式，这棋一会儿就远了。这样的话，体现不出这儿的作用啊，这棋真的是要很明显的劣势了。就没错。而且你走完了之后，人家这儿可能就变厚了。对，变厚了之后你所以其实陈耀烨他这地方下后也可能也是有他的想法。下后之后他实战下了一步也算挺妙的一个位置，走在这儿。下在这儿。还是对白棋这个要发起冲击。他觉得你这块棋是没有好的，我是要攻击你的啊。对，你不能当后视看嘛，至少如果你补一个就算了，那不管怎么说肯定是便宜的。对啊，如果简单来说这种棋，当然我觉得高手可能也不太愿意下这样的棋，太单一了，而且他这个可能还有用，比如说我就跳个照。对，
我这颗子跟这地方的定势将来的后续变化是有关联的。嗯嗯，可能也算是一种配合吧。嗯，那这步棋感觉还是很好的，为就是考验一下白棋。对对，下的位置很有意思哈。他、接下来很明显，我要靠断你。对，在这儿。但是谷子豪就告诉你，他现在状态很好，不怕的，本身也是很好战的、啊。谷子豪这个非常好战的，力量很大的，他是棋手，对、不怕。我觉得他是一个反击意识很强的棋手。嗯，他白棋拖这个，嗯，拖这个就是你如果搬，我是要断你的，你不要说你威胁我，我直接就来了。嗯，战斗我不怕，对，来吧。白的直接要断黑棋，嗯。也是，这确实就是一种以进为退的这个战术。嗯，先下手为强嘛。没错，这边你要什么跳出来，你现在没功夫，来不及，来不及，来不及。除非你先认，对，这地方你先打了退，你确认这地方，那算了，这就咱们达成个妥协，哦、对吧？我这儿棋形很好，你这获得利益，咱就算了。嗯，那黑的也没有往这儿站。黑的就是你，我就是我命令你连，你敢不连？那我就靠你不连，那我就靠断你。嗯、所以这地方，大家的体现出来的棋盘上的用意啊，嗯，就是这样，还是契合的，嗯，有这个契合的感觉在里边。嗯、对。然后白棋他说：“你不靠断我吗？我先把这个尝出来。”嗯，这个很冷静的意思，这下的很有意思，很冷静，确实就是先把这边走扎实了。嗯，而且他告诉你这两个交换你又亏了，嗯，就是你现在攻击是一回事，嗯，我只要把这块棋处理好了，你攻击不会获得太大的利益的话，本身这两手棋的交换黑棋是打亏，因为这才是目数啊，是，对吧？这个白的又长了一大块目，实际上来说黑棋的交换是有损的。嗯，所以现在的重点就看黑棋这个攻击到底他能获得多少的利益，拐阵，嗯，必须要猛攻了，就是攻不出点东西，黑棋这个棋时控现在明显是要差一些。这棋是这样，我看到现在的胜率是跟起始胜率差不多，嗯，差不太多，没什么区别，反正对，就还是要看后面的操作，主要对。但是我的第一感就这种棋啊，就是从人类的角度来说，职业棋手。还是觉得白的会相对来说好掌握，这是我的感觉，嗯，因为活棋总是比吃棋要容易多，嗯，那攻击的一方还是有负担。对，一般攻击都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嗯，尤其是不知道搞不清方向的时候，主要是你吃嘛肯定是吃不了，对，攻击获得利益，但是白棋呢，嗯，周围啊挺扎实，它没有太多给你借用的地方。是的，就是处理这一块棋专心致志的好像不是很好攻啊，我第一感搬一个长，嗯，应该不太怕，然后再跳踢的还攻得很紧的，对，这绝对不能松呢，追的还是蛮紧凑的。嗯，这棋呢是这样，因为黑棋啊这个靠虽然是把白棋分断了，嗯，但是白棋什么时候回过神来，你这让我出去了之后，你这几个子围虎就把你断在外面了，嗯，对，所以你这攻击为什么说攻击难呢？就是因为你自身还是有很多薄弱的地方需要照顾的。嗯，攻比固我嘛。嗯嗯。那黑棋只能是先想点狠的。搬，哦，白棋虎。这，打上去，我这太让我意外了。就有点不太像陈耀烨的这个风格啊。啊，嗯。陈耀烨大家知道他智孤一流嘛，一是空闲捞完，捞完然后智孤，就是现在这盘棋我们展现的是陈耀烨的攻击力，嗯，攻击白棋，这个招招也是够狠啊，真的是。我觉得他好像有点着急，看起来。但没办法，那你这个棋他不是着急，他也无退路可言了。虎一个也不知道走哪儿了，是吧？我这个完全没有退路，这个说实话，这只此一手。你不能自己补，这怎么补啊？这效率太低，这被补出来的人搬了之后，他也只能是往前，他不能说，这个被挖吃一下，好像也不太对。挖吃虎出去就攻不到了呀，要。
这工人家这块一块棋真难，这件事。对你，你下个菜简直就为什么说这种棋白的比较好掌握？就是这个白的周围都很扎实，上面这块棋活得很好。你这个地方，我完全可以就是一直就全部卖掉，没关系。我说活得特别好。嗯，跟那没什么联系。我只要出头了，你这个一会儿，你这个毛病自己还要暴露出来，黑的不够厚，全是断点。黑的自己这有断点，这有断点，本身你不能把自己当后视看。嗯，你现在是在攻击我，处于一个主动的状态，那我先不计较你。嗯，等我活了腾出手来，我还得找你麻烦呢。嗯，所以他也没有选，没有选择的余地，他就是得挑狠的下。他打了之后人家挖吃，然后他就直接把这个抓了。这个挖吃这个图其实挺有必然性的，但我们看这地方虽然感觉像是契合啊，这个下法，我们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是为什么。白的不肯粘，粘的话黑棋退，粘完之后这颗子就变很轻了，你再吃没用，你再吃我也不要了。那这个没有意义，这两手棋里和外的交换其实是帮助黑棋把白棋给封住。那他打一下又有什么用呢？哎，我打到之后我再粘，打到之后再粘，这样的话在你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地方黑棋断点越来越多了，因为我打到了，打到之后这多了个冲，如果不走的话是打不到的，你说冲我挡住，你冲我是挡住的，是打不到的。嗯，对吧？所以打到还是要好很多的。所以就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黑的发现他也不能粘了，就这个图是很有必然性的。嗯，这个图是很有道理的。嗯，然后他再粘上。嗯，再粘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个下法感觉有点勉强呢。也不勉强，也就这样了。可能，但这一串我是觉得双方是合乎情理的，下得非常的斗智斗勇啊。嗯，就是也没办法，黑的也只能这样，我是觉得。然后他就把这个粘上了，我去，这个好大，这个粘住，这接下来马上就有个冲断，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所以可能就顾子豪他强的地方，嗯，很凶的地方，好凶哦，真是。要是我的话，我可能对，我就想着往那儿走，怎么是往这儿粘的呀？我还奇怪这件事情。嗯，要是我，反正第一感就是最后可能会想想到底，因为我得往后算，第一感肯定是这种地方，靠还是飞的麻，但是可能走下去不见得便宜，因为脚上还是要。别波及到脚上没有完全活尽，对，得小心点。别这边好像活了，然后那边被人家搜刮得很惨，那还是得不偿失的。这一手棋这对于厚薄的理解确实是很有功力的一手。我觉得这个先把这个粘上，本身目数厚薄都很大，然后有了这个粘呢，对这边可能也是有帮助的。嗯，而且他可能也算了这块棋问题不大。嗯，死是不会死的，你走没关系。显然是不怕这块棋。然后黑棋先飞了一下，飞他都告诉你这个飞不到，飞冲真的够狠。这只非常的狠。我现在想想他们好像就是就等级分特别靠前的那几个棋手下棋就是一点都不松懈，即使这个形势特别好的情况他也不松懈，他说哦我收收就赢，他不收。嗯嗯嗯，他该吃你吃你，该撑住撑住，就每盘棋都绷得特别紧，那弦都是这个样子。这个也不是这几年了，这个我觉得都是这个样子，就是要成为顶尖棋手的一种素质了。就是，所以说他每盘棋必须保持那种状态，要不然你这盘棋可能松一点，下盘棋你就绷不紧。就是哪怕优势的时候，我就照棋下。对，我觉得这棋就该这么下，我合理，我战斗有力，我该战就得战，就不退。嗯，都很紧凑。然后黑棋虎一个，看看他这个地方是怎么处理的。花子棋做眼，虎一个，啊，要拐出来，总出要断，不拐出来局部怎么办？不能立一个算了吧？那这对不起这手棋呀、啊！你威胁我断点，结果我冲，你说你不肯要了，那这手二路飞好像有点没面子。那就是说他是可以打了长出来爬出来的是吗？这可以是可以，好不好另外回事嘛。那这个总比死了强。现在然后是断了，打吃打长。嗯，
走一走，在这放着，在这再先手定个型。这个战斗还是非常的激烈的啊，这个棋双方还是要比拼这个计算力。现在看看白棋这块棋怎么活，它是跨的呀，跨这个。他这就是活之前把能占的便宜全占了。它跨一个本身来说它有一定的效果，对这个段将来这个地方的气多少有点好处吧。其实可能其实也不着急，将来靠我觉得差不多，反正靠一下也不亏。然后他那他总得活吧，他不能不活了。这他想好了，这是我觉得是他早就想好的后续手段。单拖你不能长了，长了都被他一虎。对，长的时候我一个组合拳，我现在来虎这个。虎一个好像黑棋有点麻烦了，看起来。已经分不断白棋了，如果你要分段的话，白的打完一顶，黑的棋不够。分不断了，已经连上了。所以这是拖的作用，拖你长我一虎就连上了，你不长那这个眼型好像够啊。病在这儿。对，病在这儿也是为了灭白棋眼啊，因为如果你顶到这儿白棋一虎，这基本上已经活了，太舒服了。这在哦虎了，待会可以插这个倒是。这个顶这个基本上活了。啊，这不是你下面都不好灭，活法还是很多的。因为他是病在这儿，病在这儿，白棋顶顶一个，黑棋挖挖挡，白的就白棋虎一个，虎这个，这应该也是个活形吧？但这个活的就比刚才要苦很多。这待会对，因为嵌着木呢，损到外面了。是的，黑棋挤了他一下。没有，左白做眼之前先把这个粘一下。不是活了吗？我是在看这个问题。局部没活，但是跟外面有关系。他左眼。局部这个其实挺必然的，黑的红嘛。然后搬。搬粘。这个是必然的一个棋形，然后这挤一个，局部眼位不够。是的，他局部是不活，这两个都是假眼的，得看清楚了啊。那走掉一下不亏。对。走一下。然后他弯一个是吧？弯一个。这弯一个本身也是亏半只眼，就是其实跟眼位没关系了。但弯道之后呢，它这地方是有个挖吗？有挖吧，应该是挖，直接挖。然后只能打吃。那打下面，它利用这个弯，其实跟脚上的杀气是有关系的，打吃完一粒。单粒是吧？这棋可以。那看为什么要那个弯？你现在提我拐完正好拐死你。这已经把他一口气拐死了。如果没这个子的话，不行，白的杀不过。正好差一次。所以这个图，所以这个弯是紧了黑棋一口气。是的，这是一个很关键。不能先走，先走这儿都损光了。损多了我不点你了，是不是？所以他得先走那个弯。对，不能先损，先损，就是他先弯黑的也不能点了，因为黑棋这棋被一挖，如果你不能打，那你点我干嘛呢？就不会点了。他就不点了呗，所以也是有必然性的，就是在白棋弯的时候，黑的不能继续杀了，黑的点，黑的觉得点比吃好，对，应该是点好，接上，然后爬回去，还挺有必然性的这棋，像这样，然后冲了一下，冲一下便宜嘛，还行，冲完作业，这个图其实挺有必然性的，但像这样的话，虽然白棋活了，白棋也付出了挺大的代价的。这好像是这地方亏挺多的，黑的这搜刮还是有收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应该说黑棋就光看这个局部啊，还是攻击还是蛮得力的，黑的还可以攻的。那既然这个地方也不能就这么放着不管了，白棋二黑棋二路打了之后，这还得继续交代。不，这地方是这样子，就是。本来就是这一带下完了之后，我看胜率已经很接近了，就差不多。一直都差不多。本来黑棋提完黑的形势不是说差呀。本来这一带活的时候好像白棋还行，但是接下来几步就好像一下子就不对了，掉了很多很多。其实问题很明显。这棋我看了很多很多。这个问题是上头了。他爬了一个。那个地方陈耀烨可能上头了。然后断了。
端早了这气。他不知道是不是哪儿看错了，我觉得他觉得这能这气，其实发现、他断一个实战，我们先来看实战结果。实战白棋打这个绝妙，是，这也是常用手筋啊。嗯，这个大家要学打这个，如因为你打这个打拔变后手了，那黑的一尖，白的中间起筋就被吃了嘛。嗯，那白打这个，打这个，如果你粘这个的话，白的就可以补上面。对。那边已经活了，等于也不是活了，你粘上我拐下来，这里边不干不净的，反正。而且这个，对，这一路扳是先手，这个，对，这一路扳你是不是可以冲一下？对，这还得补。不是，你可以打在这儿，倒是。哦，我知道，就不可打在这儿了，扳、还长一些。对，这差气。但实战的结果来看，黑的为什么黑的也是粘这个好啊？粘这个，如果你现在跳，当然外面插手棋啊，这外面插手棋也不一定，这外面多个跳，是粘这个，粘这个你会发现这个棋，这好像一下子这完全不对了，这上面。我觉得他是看错了这个地方的气，因为现在黑的有四口气嘛，他是觉得这能压死，压死他不弯出来了吗？没注意啊，是。这个要是没注意，那我就无言以对了。那如果我他这不可能是他的预想图，因为这外面如果贴不成立，只能跟脚上杀。脚上这个棋黑的现在，黑的是杀不了白棋。对呀、应该是。现在四口棋，你只能贴住他。你要杀他，唯一的方法就贴。你小尖不是已经死了吗？我觉得他看错了，是这样。我的理解是看错了。我这也看错有点。那不然这个相将是明实战相将是之后，然后该白棋下，这脚上我现在脱仙你也吃不掉我，这黑的在干嘛？这外面已经亏不知道多少了，这有点。所以这个棋为什么这下到这胜率是暴跌啊？黑的确实跌很多，啊、这问题出在哪儿呢？这个棋就是黑的这个段，就贴的时候可能应该继续爬呀。哦，这不能断啊！这实战就等于断和拐交换，然后脚里你又吃不掉我。那这个棋的价值比这个大不知道多少，本来是你爬，如果它长你就可以断了嘛。对，就差一个爬就差了一个。差那个爬我飞了去了，我就可以尖死你了。是的。对吧，真的现在这儿跟这儿白的逼死一块，基本上就这么个决定。那白的如果想活不能被吃，那白的只能走这个，或者白可以冲一下好一点。那我发现你尖好像也不一定尖的死，尖他尖这个呢。哦，尖也尖不死。尖好像也不未尖的能尖死，贴也贴不死，反正总是有个结的。啊，那就长的时候我哇，你打拔我也不行，我这是不用补的。天，那还谈什么呀？那可以长啊。对呀、啊，尖也尖不死，尖不死就算，反正爬入爬爬活呗。也还好，也还好，爬爬活。是吧？爬爬火力在这火还行，好吧，那就这样。那不管怎么说，我能爬到总是好的。我不会实战被拐下来，这也太惨了。好像这一下子就已经万劫不复了。我不知道陈耀烨是哪里看错了，究竟是哪个环节看错了？他可能是看错，他以为贴死人家了，还是怎么回事？我是觉得啊，应该贴死。那怎么突然就？但确实没想到连尖都尖不死，天！就这个棋形很奇怪，就看起来。这个时候这一段被白棋拐到这儿，这棋炸了，这局部啊，这局部有点炸，黑的只能去扑这个，然后打上来，扑完打这局部的对杀是应该是就是个双活吧，白的如果走就是个双活，白的继续走就是个双活，但白的不走吧，基本上也算双活，黑的想提的打上去，这个勇气我觉得也是。不是，这还有很多，就是，他外面就算走一个，就可以、也可以不走，都可以不走。他不走，因为这个劫呢，黑棋永远是不能乱开这个劫。太重了，太重了。这劫太重，就打完底下就全要死了。但走一个总是有，走一个也很大，走一个待会儿冲了把它挖断，就外面其实全断了。你不走我尖，就算你能度过，我就不扑街，我就粘上走一个，这地方夹过来，那脚里毕竟黑的也没死呀，这夹过来还是很严厉的。
我现在觉得白棋这个刚才是不是应该先打掉一下，有可能一会儿打不着了。区别是啥？后面打的话，打不着了是要干什么？打着要干嘛？这外面黑棋不都断在外面了吗？如果说这边，假如说把它断开的话，那也行，是你的。哦，确实没有想到要攻击黑棋这个，我觉得他好像这外面虽然看起来很厚，但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眼位。那还想你现在还瞄着这个说黑的不厚，黑的全盘实控现在就不到二十目棋。那这黑的肯定是有点远，实控就不到二十目棋，然后这个东西你只能把它当后视看吧。如果这个说你还要攻击你，他没法下了。嗯，他肯定当后视啊。不，现在看起来黑棋已经有点远了，这好像。不，主要这个拐太大了，这个本身就太大了。嗯。这个拐跟这手棋的价值真没法比。如果脚上是双活，那你说你在这飞个端，我这端一个，端一个没用啊。对，他肯定是单断，肯定是一步勺子。嗯，毫无疑问，现在白棋拐打了一个，然后黑棋扳了一下。确实，这白的先手分段。对呀、啊，挖一个是先手，这个冲。可不是吗？就是先手把它断了、啊。这也是先手分段。我就说呀。就黑的好像也没想象中那么厚，但你说这个将来打不到啊，打不到不可能，不，这个五个先手一提，太厚了是吧？我棋没法下了，今天冲一下、下来，接一个白的，我觉得倒是攻这块将来随缘吧，也不是要盯着这地方，主要这个棋啊，黑的现在实控不够。对，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如果别的还好说一点可能。打下去了，白棋也不肯从底下爬过，他的半，对，白的不肯爬过，爬过被压住，底下我活得有点太难受了，太苦了。白的贴完搬上面，但这五个也不肯弃，还是要打这个。还是能打上，就是你这样，我现在打你五个也不能不要。被我先手抓了，实在受不了。受不了，然后外面也不知道咋回事，五个先一轰。这挺也挺必然吧，这个下。黑的这串这得长吧？是的，长了一个。然后他立了一下，哎，跳下去，黑棋是靠一手。黑的也下这个局部最紧凑下了，因为靠完可以搬到这儿。如果你直接搬呢，白棋挡，这眼位有区别，先靠一手，靠完搬到这儿，应该已经算是局部吃的效率最高的下法了。脚上是什么呀？脚上是活的。脚上是活的是吧？就这个棋打完了，应该是小飞局部最佳。这应该是小飞收的。小飞的话，靠一个，靠背一拐，局部不活，你不能靠这个度过吧？这个应该这个子有关系。那你做那个这个？应该这个。啊，活一个是活，但这个力好像就是绝仙啊，力肯定，但这个肯定是绝仙，力倒也没啥关系，好像。对，这是绝仙，靠，还靠完也是往脚里尖。靠我就算退，要活就是这个，你走别的活不了，就活不了，只有这个活。这个活了吗？我点呢？这不是随便怎么活，病。哦，还单病一个。活的确实有点委屈点儿。那还能活就行了。活是活了，活就不容易啊！我觉得活的真不容易。只有这个活，只有这个活，只有这个活，别的哪个能活呀？只有这个活。对，就这个活，双活，这是个双活，能活就不错了。眉目，别计较了，这事儿就眉目，就是我们可以看，就是刚才一直说黑的眉目，这个角现在还是眉目。然后白的这个是提，白的没有单打，他没走这个，他提的，提这个棋。黑棋单粘，就默认这个地方粘住之后是进火局部。对，是吧？黑的如果能脱先，他想脱先的这棋，但问题是脱先之后没有这个粘，一飞不活了，这少了个子活不了了。是的，
活不了了，这最起码是个打劫，我觉得这么怎么看也不像能进货的样子。我想有个特别大特别想抢这个，那我觉得能抢到这个黑棋，这个就外格区别巨大。但是这一飞活不了，就不好弄了。飞一个确实活不了。粘一个不是先手。如果说白的这个地方必须补一手，黑棋抢到这个，我觉得这个黑棋这串收获很大，是吧？从点过来把这吃了，然后又抢到双飞燕，这个子现在很苦啊。对，这很舒服。但是这个白的不补，那肯定不补了，这个太大了，这个得赶紧抢了呀。这个太大，巨大无比，就不补嘛。在这块棋也没事儿。他先打了一下。打还粘吗？打的话可能不想粘了。他打了，粘不粘的，就跟他贴出去交换，他又不觉得便宜，可能。反正不好攻，攻不了，封不住。他先不走了，先把三三点了。目前先。点归点，我们现在咱们可以做形势判断。这个棋，黑棋木少的可怜。毫无疑问，到最后都是木的问题，就是木不够。点个三三角还是只要把人家吃了还是难这件事儿。这角里现在是白有个后手双活，给黑棋点两目棋吧，那差不多。两目棋已经很对的，挺合理的。再加这个六七八，这两块棋十目棋，再加这个十目棋，黑的全盘二十出头啊，八朵花点一点二十五目棋。差不多二十五目棋，白的如果把这块空围住了，这块空应该抵黑棋全盘。他把这个赶紧点了，不点木呢？木肯定是不够的，能捞捞的。这棋确实黑的木好像差不少，得赶紧抢木啊！木差的不少，就到了后半盘，其实棋薄点就觉得没关系，但白棋要注意，这块棋毕竟没活呀。白这块棋现在毕竟还是没活的，得小心一点，是吧？然后黑棋加一下，立。挡住。对，挡住这有个段，瞄着这个段。要紧他气，要不然你不挡的话，你这段被人夹死了。死对，所以挡住。所以白棋也是补在这儿的，小飞应该是。白的小飞，也是在补段的时候尽量的拆边，拆得远一点。对。所以这也是比较追求效率的一种补段方式。黑棋走这样。黑的现在是拼了命的在抢。拼命抢空。拼命抢，该抢的都抢到了。抢完之后主要这空还是不够啊。尝一个。白棋。飞。小飞先把这个木给刮了，就这样。小尖，这也就两目棋。对，我并一个的话，你就缩回去吧。我并对缩回去。并你只能缩回去，就两目。两目棋，绝对多不出来的。就两目，有点惨活的，靠一个。掉。这个现在真的也黑的真的也不厚，先手挖断真的也不是很厚。我刚才就觉得他有被攻的这个可能性。是尝一个。尝白的也不围了，反正就看成一个大官子嘛，唯一反正十几目棋，你要下来太薄了。他算了，回补一下。那尝到了便宜了。对，是的。刚才黑棋踢，白棋压了一个，白棋压这个，然后黑棋把这个补了，他觉得还是有点担心。是的、因为这个白棋如果走这个的话，他是先手挖断，那上面对先手随便跳两下都是先手。对，赶紧，现在空最大，别的都不重要。空，这反正你想吃它总是很难的这件事。如果这块棋做不了文章的话，这棋黑棋空收不回来。怎么收回来这棋？白的都很厚了，不好收。这个角里主要这个角黑的
黑客实在是不得扑了打上，打上去肯定是不行。那这脚基本上就当双活看了。然后黑棋尝了一下，靠这个，就是这一带看看会怎么定型。白棋就尝一个，那也没事儿了。没事，这有啥事？这有什么关系啊？没什么事。黑的也不亏啊，黑的就走，就是个定型嘛。就简明的一种定型。没错。终于把这个粘上了，粘上白的就粘上，环住啊、哦，也很扎实，都往外贴都不贴了。看你，不敢打，不能打，打拐出这期封不住，这长先手就怎么着都封不住。对对，那封不住也没借用啊，没借用只能是收官了，这期收官。怎么看也输不赢啊！这棋，如果封不住的话，黑棋能不能先虎他一下？虎完就封住了。虎完会好一点。哎，确实好一点。如果你肯团回去，那就不能吧？这个被断死啊！不能吧？所以啊，但总得粘嘛，闭着眼睛也是粘。那就。那黑棋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那这已经连上了。对呀、啊，要不连我哪敢啊？那直接就扳住。我招不是很多吗？我尝一个不也行吗？反正就冲断。啊，还能冲断？冲断我就虎一个吧。你这打，就打打贴贴出去呗。你还断这个啊？我哎，这不对呀、啊，这白棋。那我就这个总可以吧？哦，就说对啊，对啊，挺危险的呀。白的局部是有打劫活是吧？我这个是先手，挖，有个单挖是吗？他这有个并先手。对，是的，这有关系。他挖了打吃完扑，局部是个打劫活，那他拿这个当劫财也行。外面有二十没劫感觉。先打一下。先打一下。对。那倒是。局部还是有棋啊，局部啊，这个劫黑的挺重的，我挡完之后吧，你挺重的。那你不能挡完，挡完我粘了怎么办啊？挖完再挡可以。对对，你是挖完再挡，反正能挡到。能挡到黑棋其实挺重的，这地方挖完挡一个，那不敢。局部不能行，不能行，但是还局部局部有挖，局部有眼位，那白棋确实很安全。那是走哪去了？他现在是刚刚尝了一个是吗？然后黑棋没有粘上。哦，他刚刚团住，然后该黑棋下，黑棋搬了一个，黑棋搬这个，搬长。这个很大，这是很大，不走白的搬长了，然后一路一立，是的，难受。那就团住了，一手棋吧，堂堂正正一手棋，也挺大的，活掉。是，这个时候进入到这个抠关子的阶段了。对，虽然说陈耀烨这个关子应该是比较擅长的，但这个棋我感觉差距应该不算特别小。如果说差距是很明显的，然后关子又没有什么可刮的地方的话，那这个棋属于没什么可跌，这就不容易了。这个棋对辜子豪这种级别来说，这个关子属于没什么太大难度吧？都挺清楚的局面，该定型的定型，局部中间定型收收，我觉得怎么收都差不太多，插不出几目棋来。对，黑棋贴目是个很大负担，我感觉这棋大概也就盘面，这是贴八点的要。八点跟七目半是一样的。对，就盘八的话，黑棋就赢了。长，然后他下去压住。压住。黑的提了一下，打二还一。打二还一。黑棋靠靠靠一个是逆收五，逆收四目棋。白棋粘着走，黑的粘脚上变成六目，本来两目，你说四目，
你说已经是逆收四目最大的局面，你怎么挂我？还有什么地方比这更大的？对，逆收四目最大了，你还剩啥？你怎么挂我呢？你能挂出什么呢？搬，对，搬砖，粘住，求稳吧，这搬砖已经算求稳了。一起走这个。对，就白棋花了手棋，其实当然也有价值，但是也没几目棋，就是双活嘛。中间我觉得中间怎么收应该出入都不大，双方中间就是一个定型的一个过程。本身谁也别想围出什么木来。他这有点关系，他这个还是有断点的。然后断完了之后中间我总会有点关系，对。有断点。中间会有点关系。那接下来跳跳后手段。不是先手。后手段。跳跳你基本上得赢。对。那还是有价值的，总之，而且这么下安心看清了，因为优势说你真盼着人家急了打上来，这把那个未定因素得给消灭掉了，对，压完一段，是的，很细腻的一个小一路小尖呢、啊，这棋，好关子啊，确实，这样不用补了，将来，没错，人家急的时候可以立到底下去，这里边这个还是棋形很好，对，这种地方可能会插出一目来，补一个，顶住，顶住，虎窝长，就定个形嘛，对，也没什么，白的也没想什么出入的地方了，好像挤了一个，也很细腻，挤一个。在乎，我觉得顾子豪的官子肯定也不差，只是相比于陈耀烨来说，可能就这个环节相对来说比较薄弱一点。但是也不对，其实陈耀烨可能就跟自己比，前面他官子比较擅长，这是我们他的棋以前的一个特点嘛。对目数的敏感度是顾子豪以力量擅长，但你说到这个级别官子不好，不可能都很好，不会差的。陈耀烨他当年在就是等级分排名第一，其实也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个时候他最擅长的就是后半盘，然后他的定型特别强，他对于形状的感觉比较好。现在可能真的是对年龄因素，我觉得不能否认，因为陈耀烨89年的，顾子豪是98年的，到了个个年龄因素。现在其实这区别就是年轻棋手他对布局的研究啊，他真的花大的功夫，对，是训练量在这儿。老棋手可能跟不上那么大的量，因为家庭因素各方面要照顾的事儿又比较多。对，是的。每天训练时间不像年轻棋手量那么大，对布局摆得多，这经验呀各方面也都还在。一个是精力下降，二是对布局的研究，没办法跟上那么大的训练量。现在特别有 AI 之后，大家也是挺拼训练量的。对，没错。而且我觉得这个计算的速度和计算的深度这还是有差别，确实。拐一个。我们再看看接下来挡住怎么应用。挡住。哦，挡一个。现在可以挡到一下了，跟这边没有关系了。对对对，刚才是因为拐不过。对，挡到一下，把这个退掉。挖，这挖黑的只能回去了。这样啊，那这个挖一个也挺大呀。先手便宜，然后再把这跳，最大的一个点。粗，扑了打死。扑了打死，挺厚的。扑了打死，白棋是。像什么？还有什么地方比较大的吗？没什么。这个弯一个。弯一个。这个挺大的。逆收四。逆收四。也不算逆收，他搬一个的话就更弯一个是吧？打进来，就小官子了吧？定型阶段打进来之后跳一。其
去掉，粘上。然后接上了是吧？接这个白旗长。嗯，冲一下，中间就是定个型，定住，没什么。补了一手。嗯，里面脚上有双活嘛？是的，要不然点一个再点一个就双活。对啊。小尖，弯住，哎呀，断一个，断完一扑死了。怎么感觉黑棋好像在节节败退呢？我这应该啊，本来小尖就是死的，因为这有断嘛。刚才说这有断点，是的，这要不了了，这连不上。我接你粘也不行，粘我断就是要不了。所以刚才白棋这个搬粘看来还是挺大的，挺大的搬粘肯定一手棋价值。哦、是的。扑一个他就不要了呗，他粘我传回去，传回去，反正这吃，白棋把这个粘上，还是有价值，肯定是。但点一个应该也不小。嗯。点一个是走哪了？走什么了？点一个是打了一个。哦，急打。啊，这没有虎，之前摆的变化图，虎、啊这个、这个。嗯。嗯。虎一个得补断吧。接上。嗯。哦，黑棋粘上，要不然被刺断了。嗯，挡住，挡住，挤住。嗯，反正这被打了打受不了。立一个，立一个。嗯，这就最后两手了，提一下，然后他接上，这没再下了。嗯，这个空肯定是不够了，我觉得是不是盘面差不多啊？基本上就是十一十二，这是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是吧？嗯。十八，这是扑了一下，打了还一。十九、二十九、三十。盘面是不是都不够啊？三九、四十、五十目吧，还二。七。五十目。白棋五十啊？黑的盘面都黑的五十。哦，黑的五十。白的可能都不止、啊。五六、九十、十一上。十二一二三十三，摆的不止五十，五十四。哦，那盘面都已经差很多了。这、盘面不太够、嗯，大概是这样嘛，就是一直这个地方断上去下坏之后，黑的是没多少目啊。是 的, 是的，断一个跟拐一个本身价值是亏太多了。对，其实之前都还好，之前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但这串白棋其实活了，黑棋攻击还是有收获 的，攻击点到这儿来，弄断了、外面拔花了，时空也还可以。嗯，这个地方一下子感觉亏很多。这我估计是黑棋看错了，看错了，至少他应该爬一个。哦、对，爬比实战的结果要好很多。没错，是的。那最后这盘棋的结果就是，直白的辜子豪是中盘胜了陈耀烨，进入了昌棋杯的八强。好。那请大家继续关注这个比赛吧，我觉得还是挺精彩的，确实。好，对，那我们今天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